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河马傅雷 Martin。今天在大洛杉矶地区奇诺这个城市 Preserve 大社区拍摄三个建商在这里的新项目。前面两个建商是联排别墅，这个建商是独立别墅，在 driveway 的。建商是 Potty， 看过视频的朋友都知道 ，Potty 是专门建设大面积高性价比的房子。现在是三号户型，入户门在车库的一侧，有一个很长的门前的一个门廊。Preserve 社区环境非常好，拍摄过这个社区的五分钟的一个社区环境，非常成熟。近半年房价涨幅也很快，之前2020年秋天的时候拍摄的一些新款视频全部卖完了。那这三个建商这个月新开盘的三个项目都还在第一期。这是一个独立别墅，4房2.5卫三号户型，室内是2172尺，客厅、餐厅、厨房非常漂亮，洁白的橱柜、沙发、岛台配色，还有一个很大的后院，后院放了烧烤台，做了假草。美国这边新盘交房标准，后院都是土，需要自己找后院的承建商来做后院。这是餐桌，我非常喜欢这个客厅，采光好，洁白的橱柜设计让整个客厅更为明亮。使用的是 KitchenAid 的高档的厨房的电器，所有厨房电器都赠送的，除了冰箱。这里还有一个储物空间，这边车库，车库门前这边还有一个储物空间，这里其实也可以做一个小的中式厨房，因为这边有个门，然后这边是厨房 pantry， 很实用。 Potty 是专门建设高性价比的大房子的，这尔湾的房子性价比都很高。这边是一个又是一个储物空间，然后一楼的半个卫生间，这是一个4房2.5卫的房子。我们在二楼看一下，二楼总共有四个房间，两个卫生间，三个次卧，共用一个卫生间。上来之后，我们先往右边走，看三个次卧。这是次卧卫生间，然后三个次卧都不小，有些次卧会摆一个婴儿床或单人床，这个次卧摆了一个 full size 的一个床，采光很好。这个次卧也不小，也是有很大窗户和移门的衣帽柜。这第三个次卧，旁边水箱的工地，也是移门的衣帽柜。这个盘售价是第一期开盘是71万多。这是洗衣房，我们看一下主卧，主卧非常大气。我们先看一下主卧的，这是主卧衣帽间，很深，还有窗户。这主卧很宽，两边双头柜非常大，也很宽。窗前放了很大的，有很大的空间，还飘窗，很少见到美国新房都有飘窗的设计。背景墙做的升级，实际交房是没有的。这主卧的淋浴房也很大气，这种淋浴房只有在5房以上房才能看到。Potty后面的室内的户型设计还是很不错的。好，这是河马傅雷 Martin 在奇诺这个城市拍摄 Potty 在这边的一个新盘，独立别墅，室内2172尺，售价71万，第一期4房2.5卫，谢谢大家。